大家好，星期二得到，今日系2020年8月18号星期二，系好啦，咁啊，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咧，好多呢啲民主派人士啊，就前往英国避难。嗯，咁啊，近日咧传出咧有人要喺英国成立香港流亡议会嘅消息。系，咁啊，中国官媒《环球时报》咧就报道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对此表示，如果英国真是这样做，中国必然坚决回击。咁快就好似覆我哋咁樣樣咯喎！嗱，我想問下啦，中國咧啱講無奈啫喎。嗱，我想問下喂，真係其實醞釀咗一排嘅，即係個 idea， 即係我哋呢邊嘅手足講咧，就唔係好多個月噶啦，即係好多好幾個月之前噶啦。係啊，即係我哋真係好認真研究過，覺得呢樣嘢係可行嘅，係，亦都係一個進攻嚟嘅，所以我哋先至拎出嚟講嘅啫。亦都適逢你關於呢一個臨時立法會流唔流入嘅問題，所以我哋更加提出。即係時候要有一個真正屬於香港人嘅議會，係冇錯。咁啊，正當我哋講呢樣嘢嘅時候咧，即係呢一個中方咧就出嚟去肯定呢件事。哦，係啊 ，endorse 咗嚇，出嚟 endorse 呢嚿嘢係要做嘅，係 work 嘅，又 work 係啦，佢又驚，冇錯啦。唉，真係，即係話俾你聽咧，而家有道符啊，嗰啲殭屍見到道符咧，即刻騰頭。咁你係咪攞住呢啲符去展示咧？哦，係啊，見到有效，有效啊嘛。佢見到呢度，哇！咿哇鬼叫啊！同埋你聽落，你會知道即係個美妙嘅地方喺邊嚇。因為而家佢開始走去鬧英國啦。哦，係咯，講講下就變成係英國政府又 endorse 呢件事咯。哦，係啊，唔係啊，可能本來唔 endorse 嘅喎。係啊，本來人點都唔知發生咩事，突然間你講咧到咁樣，我話焗住個人承認啦，係咪啊？嗱，呢個流亡議會咧，其實個運作咧，喺依邊嘅手足咧，有其實有同我哋介紹過嘅，因為我哋都希望了解多啲唔同嘅手足嘅諗法啊嘛，係咪？嗯，好啦，咁佢咧就曾經講過，佢依個系統咧就係諗住咧就俾香港嘅市民咧係公開嘅投票嘅，公開投票係啦，咁選出一啲民選嘅代表啦，全部有民意授權嘅喎。嗯，當然。咁嗰個我就問佢啦，喂，好似香港泛民搞初選，喂，搞到好麻煩，我又要大量嘅人力物力。佢話唔使嘅，佢哋已經係做好咗一套系統，嗯，可以俾大家電子投票，嗯，而且電子投票咧，亦都可以綁定你嘅身份，每人只係投一票，唔會重複嘅，冇得重複投票嘅，係係啦，只有就算你藍絲上嚟中票都好啦，只有一票嘅啫，係嘛？得咁，你其實你都預咗有建制派嘅票噶，係啊，冇錯啊，即係你一樣係攞翻六四比例咁啊。如果佢哋會參選先講啦，係啊，咪俾你參選咯。到時話我哋又話將佢框埋落去流亡議會嗰度。佢哋唔會㗎。如果你擔心佢哋嚟搞，係初選佢都嚟搞你，佢都唔會嚟投。佢仲話你哋喺度犯罪添，你記唔記得播毒啊？話你哋係啊係啊。嗱，如果喺網上投票透過佢嗰套系統咧，咁就完全唔使出街㗎啦喎。嗯，咁樣咧。就可以到時可能真係個民意咧係有幾百萬票嘅，呢個係係嘛？呢個緊要喎，即係嗰個民意認受就好大嘅咯喎，係咪？咁都當然都要睇下有幾多人參與啦，因為佢當初戴耀廷咁有號召力，佢當初都係覺得可能有幾萬人嘅啫。係，但係當然最尾咧就因為受到打壓咧，就令到成件事咧就公民覺醒。冇錯，本來咧就冇人提嘅，即係我哋一講完咧，劉曉明咧就出嚟咧就係要。攻擊呢個英國，攻擊話英國咧去支持呢件事，冇錯，中國必定會堅決回擊啊！嗱，我見到呢四個字咧，我即時喺度諗緊，對上一次堅決回擊係幾時咧？唔記得喎，好多啊，因為唔係啊，嗱講嘅多啊，到咗實際行動咧，好似就冇喎。實際行動咪用煎魚式嘅方法對付嗰11個美國嘅參唔係嗰兩個美國式參議員啦，係咯，係啊，俾人同一個月制裁兩次啊嘛，制裁內容不明啊，又或者煎豬扒咁樣咯，係煎魚同嗱煎豬扒仲耐啲添啊，因為你反覆煎嚟煎去啊，豬扒生唔食得㗎。嗱，講翻新聞先，唔好掛住講曬啲嘢先，討論埋劉曉明講乜。嗱，劉曉明喺接受《環球時報》專訪嗰時表示。英國政府早在1985年就通過法律設立 BNO 身份，拒絕給予港人居英權，現在卻突然違背自身承諾，給 BNO 護照者提供所謂的英國公民的路徑，純屬政治操弄，真正目的就是要插手香港事務，干擾香港國安法實施。這個說法呢好令人啼笑皆非嘅。嗱，首先呢個政府喺1985年嘅時候咧，就唔俾香港人入居英權啦。到而家過咗35年之後咧，突然間俾翻咧，係關你撚事？我係人哋俾就俾噶啦，關你咩事啊？又唔係叫你收，
而家英國收啫嘛。啊，同埋同一個問題啦，即係中英聯合聲明咧，根據你哋嘅官方講法咧，係啊，嗰份就係歷史文件嚟嘅。你嘅意思即係話唔使遵守嘅嚇。冇錯啦，啊，仲有啊，劉曉明仲更加表示啊。中英聯合聲明是中方單方面的政策宣示，不是中方對英方的承諾，更不是所謂國際義務。哇，咁咪得咯？哇，真係犀利喎！係咯，忽然之間將中英聯合聲明咧變成係單方面實施。喂，咁咩叫聯合聲明個聯字點解啊？唉，咩叫聯合啊 ？Joint 啊？係啊 ，Joint 啊喂，咩叫 Joint 啊喂？叫得做聯合聲明，唔係叫中國叫做單方聲明喎，叫聯合聲明喎。嚇，咩叫聯啊？阿劉曉明，你係中國人嚟㗎，中國字點解個聯字？好啦，咁啊仲犀利啦，話人哋即係對歷史無知啦，嗯，啊跟住又叫人哋即係認清形勢，認清形，唉，類似啦，唔想讀啦，已經唔想讀。每日都係叫人認清形勢。好啦，咁咧跟住咧就講翻流亡議會啦。咁啊，至於流亡至英國嘅香港民運人士啊，預計會喺香英國成立流亡議會。咁劉曉明就話咧，如果英國允許呢一班人喺度建立流亡議會，將會嚴重嗱，即係精彩嘅地方喺度。原來搞流亡議會咧，將會嚴重違反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嘅國際關係基本準則，破壞中英關係。哦，哇，咁啊真係好值得做啦！你老味，原來係老味，原來好嘢嚟嘅喎，係嘛？原來搞一搞個流亡議會都可以，又可以分裂到你國家啊！你老闆啦，咁啊值得。唔係你咩國家嚟嘅？你嗰個係咧？喂，流亡嗰啲人搞個網上嘅。好似論壇咁嘅嘢，都搞到你，你唔係係嘛？嗱咁嘅，其實以往咧，呢個流亡政府咧都有個，例如非洲人國民大會啦，係咪？係。嚇咁啊啊！嗰個唔係流亡，嗰個喺國內嘅喎。係。嗱，應該係波蘭。如果你講流亡議會就波蘭啦，最出名啦。流亡政府直情係。係流亡政府啦。咁亦另外咧，其實伊朗咧巴列維政府都有曾經有短暫流亡過嘅。有，冇錯。係啦。西藏都有流亡政府。西藏都有嘅，而家仲喺印度啦，係咪？達賴喇嘛係咪？咁仲有一個流亡政府好出名嘅喎，嗰個叫柬埔寨國王。嗯。嚇，咁啊，國際譯音咧叫斯漢諾親王，中國咧叫西哈努克親王。嗰條友咧，文革時候已經喺大陸住啦，長期喺大陸咧係做外賓嘅。嗯。啊，咁咧佢亦都係同毛澤東關係好好嘅，即係嗰啲叫做落難皇孫啦嚇，陪喺北京咧就陪老毛咧就跳舞嘅嚇。係。好啦，咁啊好多呢啲咁嘅流亡嘅呢個議會或者流亡政府咧，其實你中國承認嘅喎。係。你中共都專門做呢啲嘢嘅喎。嗱，首先佢啲邏輯就好奇怪啦，即係搞人哋搞流亡議會。又話你破壞一國兩制、分裂中國、推動港獨的反華組織。喂，講個開個喂立法會，我想問裏邊討論啲議案有邊次係同港獨有關？點樣反華咧？我想問。係。係嘛？講埋啲嘢，通常就嗰啲限聚令啊、犯罪令啊，嚇，跟住就係嗰啲咩蒙面法啊，跟住撥款嚟嘅，通常係。嗱。點樣反華啊？喂，反華撥款。如果咁樣咧，我認為就要將佢付諸實行啦。如果呢個叫做流亡議會第一件事成立咧，就要討論呢個香港獨立嘅問題啦，係嘛？又或者即係討論香港建軍啦，係啦，又或者咧成立香港共和軍，係嘛？嗱，我係提議啫，參考唔係啊，呢啲歷史嚟嘅，參考愛爾蘭共和軍，又或者咧參考呢個叫做巴勒斯坦解放組織，係嘛？或者成立呢個香港人國民大會，即係類似嗰啲啦名啊，大家中意用邊個就到時投票決定啦。嗱，咁啊未講完啊。我已經多次奉勸英方不要一意孤行，挑戰中國主權，支持反華勢力，否則中方必予以堅決回擊。劉曉明認為，當今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了，但英國這些西方國家的政客思想仍然停留在冷戰時期，甚至是殖民時代。為什麼我們每次都提冷戰呢？是啊。好了，即是他都是想覺得自己是蘇聯。是啊，當自己是蘇聯。是。在香港問題上，他們括弧西方國家不願意承認香港已經回歸中國的現實，以監督者自居，近來又大肆渲染中國威脅，將中國視為敵對國家或潛在敵對國家。你搞錯啦，唔好潛在嘅，而家係話你係敵人啦。敵人啦，係啦。揚言要與中國全面脫歐，唔係脫歐啊，係開戰啊。This is not cold war, this is hot war。hot war 啦，直情啊，咩冷戰啫，咩新冷戰啫，乜嘢脫歐啫，你係咪傻撚咗啫？係。講到明要喐鳩你啊！而家你真係。唉，即係我有時覺得咧，你幾多日冇睇報紙啫？究竟
你有冇睇《紐約時報》噶？唔係喂，你都話嗰啲人就已經流亡咗，關你咩事啫？其實係啊，俾你逼走咗啊！又唔係又唔喺你國家，又唔關你事。人哋英國人哋收佢，人哋有英國國籍，有 BNO 嘅，係嘛？喂 ，BNO 係你讀緊英文啦，英你喺英國做大使。係啊，呢個劉曉明咧，我發覺咧，呢條友係一個行嚟嘅喎。BNO 係國籍嚟㗎，嗯，下旅行護照係嘛？咁同埋人哋單方宣示又關你咩事咧？當係啦，當人哋單方宣示啦。係啊。咁呢啲係別國內政嚟嘅喎，關你咩事啫？唔係咧，喂，人哋國家收移民，關你鳩事咩？而家係咪先？喂，你不如搞翻個咩啦？係咪啊？嗱，移民又唔得，係啊，難民又唔得，咁有咩得咧？請問，即係有乜方法脱離你國家咧？啊，冇喎。我有個方法可以咧反制呢個咩嘅英方嘅，當時我哋提出過嘅，叫 CNO， 中國括弧海外國民護照。係嘛？跟住咧，免費派俾英國人。唔係你好簡單啫，你想反制香港流亡議會，你咪幫英國叫啲流亡去你中國大陸嘅英國人搞個英國流亡議會咯。係啊係啊係啊！咁咪可以衝擊佢咯，係嘛？冇錯啦。你搞睇有冇附和你啊嘛？有，我諗實有。點解咧？佢可以由呢個中國嘅大使出面咧，喺倫敦揾一啲露宿者。係。唔係你可以分，你可以分裂英國啦。英國其實都斬開幾份嘅啦，就快。係啊，係嘛？你搞蘇格蘭獨立啊嘛。佢將啲露宿者咧接曬喺中國，跟住咧俾曬幫佢做曬西裝，就喺度話咧就成立議會啊。係，唔係你即係得啦，咁可以解決英國好多問題啊。點解你唔用？點解你唔用相同方法對付英國啫？英國人成日都公投嘅啦，獨唔獨立？蘇格蘭啱先投完啫嘛。輸咗啊！嚇，投完輸咗。係啊。咁你咪搞北愛獨立咯。係啊。唔係北愛就要統一嘅啦，北愛就係即係脱離英國 United Kingdom， 脱離呢個聯合王國就同呢個愛爾蘭統一。佢統唔統一唔關我事啊，總之佢分裂嘅時候你就可以搞到佢分裂啊嘛，你而家要搞分裂啊嘛，你咁中意搞人分裂，咪你咪搞一次咯？點解你搞嘅時候人哋就分裂唔到，人哋搞嘅時候又會分裂到你啫？係啊，即係你原來你無能啊，你冇能力搞到人哋分裂嘅，人哋就有能力搞到你分裂嘅。仲要係點解咁嘅？仲要網上講兩句你都分裂到，你唔好去死。唉，哦，仲有呢啲咩外交官嚟啦？聽聞劉曉明咧，唔係劉曉明好似咧喺 Facebook block 咗呢個藍通文喎，好似唔知藍通文定係另外嗰個內閣大臣嚟嘅。係佢嗰個唔係啊 Twitter， 係 Twitter 佢 block 咗 Twitter 斷交。係啊，喂，老實講啊，你呢啲人你做乜撚嘢大事啊？你呢啲唔係外交官嚟，呢啲叫絕交官。啊！周圍同人哋嗌交嘅，屌你老尾！老實講啊，劉曉明呢個名咧本身已經唔好啦，叫曉明都撲街嚟嘅。張有個張曉明係嘛？有黃曉明，個個都逢係叫呢啲名都唔係好名嚟嘅。好啦，咁咧呢條友咧係零舍表現嗰啲流民氣質啊！你其實唔應該派嚟英國，應該派佢去津巴布韋啊、吉布提啊、布隆迪啊，係嘛？或者係扎伊爾咁啲國家差唔多，係嘛？或者因為咧，佢其實係冇乜資格留喺英國嘅，因為始終人哋英國都係一個文明國家，每一日咧都見到你啲咁嘅共匪嘴臉咧，即係啲咁嘅典型啲共匪樣嚟，係嘛？你以為嗱，不如唔好講佢啦，不如講翻個流亡流亡議會好，好嘥時間討論佢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嗱嗱，流亡議會咧，其實如果根據中方咁講法咧，其實就真係應該有效，同埋咧係對中方造成好大嘅震攝壓力。因為咧，依個可以充分反映香港人個民意啊！如果大家可以通過依個票投票咧，選出佢哋嘅代表。不過好多人就叫話唔好叫流亡啦，好唔好啊？話哦，好難聽喎。哦，咁啊，咁啊，叫翻影子內影子議會啦。影子議會，我哋嘅 shadow 嚟噶嘛，而家係。係。啊！流亡就好似好慘嘅，流亡就唔好議會啦，流亡就政權啦。流亡政府係。唔係你夠膽嗱？你夠膽做，我一定支持你嘅。即係有人夠膽帶頭做得噶啦，我哋係提倡呢樣嘢嘅。係。即係因為你香港個議會淪陷咗啦嘛。係啦。係嘛？再加埋而家又有民主派嘅人淪陷啦嘛，係嘛？叫我哋唔好再討論喎。啊！即係好多人啊，出嚟就係叫不要再討論嚇，會分化。喂，分化嘅嘢咧，點解你哋要分化？點解你要繼續做咧？點解共產黨叫你做你就做，我哋叫你做你又唔做啊？你聽我哋講定聽共產黨講啊？嗱共嗱不分化同各自爬山咧，就包括埋我哋繼續討論你應唔應該去留呢件事，都係唔到你去管我哋可唔可以討論嘅。其實嗱，即係如果你講各自爬山啊，我哋可以繼續爬呢座山，就係繼續去討論你應唔應該留嘅。所以你係冇權管我哋應唔應該討論你可唔可以留低。嗱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嗰個邏輯，
而家大家打仗係要大家向前嘅，唔係你突然間向後開槍嘅，係咪啊？而家共產黨叫你嚟做花瓶，你就去做花瓶。我哋叫你唔好做花瓶，你就話我哋搞分化。嗯。邊個搞分化而家？好啦。唔使講啦，嘥氣嘅。唔係你唔係你可以無限 loop 嘅，你講嗰樣嘢。嗯。咁你話可以爬兄弟劉世良出篇文，我可以各自爬山啊嘛。叫人哋唔好討論呢嘢嘛，咁你就冇權討論我哋有冇權繼續討論你啊嘛，其實係。我係啊。係嘛？咁簡單。嗯。你冇權要求我哋唔准討論你啊嘛，因為各自爬山啊嘛。嗯。你老母。咁啊，各自爬山咧，老實講就你就應該收爹噶啦，係嘛？因為我哋爬我哋嘅，你爬你嘅，關我哋鳩事咩？係嘛？我哋討論關你撚事咩？係啊。好啦，我呢次講住咁多先啦，下一次再屌佢啦嚇。